他们如果真是尊重我们中国的文化，愿意帮助我们重新自己的教育的话，那为什么咱们不干呢？就怕他们另有所图。那能图什么呀？淑荣，就按他们说的，试试看吧。啊！不会是我哥他们吧？哎呀，阿妈！爷，着火了，着火了！当家的，咱们回去吧。回不去了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走对，逃乱，咱们这么大动静。爹，别他妈瞎叫！疼死！放过我当家的哥哥儿子，要杀要剐，你冲我来！方太太，你倒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。废话，简单，简单就不嫁香木镇方家。心疼的，当家的，娘的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杀，心疼的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杀了我们全家，你就白来香木镇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哎呦，为什么？咱们的先保住命，心疼的，我们方家在香木镇是首富。整个镇上的人都得听我当家的，徐家也跟我们家连了姻。要是把我们一家都杀了，徐家就得给你们翻脸，整个香木镇的人也会跟着翻。到时候谁来给你们自治镇子？所以啊，你杀了我们全家，就得杀整个镇子的人。你可想好了？有道理，我可以放你们回去，但是还不够，你
必须再告诉我一些不杀你们全家和全真人的道理。我这脑子一片空白，怎么说？爹，都听你们的！我当家的，什么都听你们的，我们方家听你们干一阵子，你们怎么说怎么办？ 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反正你早杀晚杀都是个杀，你就走着瞧嘛。有道理。方老板，你的太太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女人，她说的话，我同意了。你同意吗？你快说呀！ 快说，快说！什么？你说话呀！听你的就。哎呀，同意。好，从明天开始，项目镇在皇军的监督下开始自治。明天，所有的人要登记备撤。如果有一个人不签字，我们再开始杀人。 你给妈一句定心的话，咱们走还是不走？不走。那你答应妈，不惹事，每天都要好好的在妈面前。好。就这样，走一步看一步。如果日本人愿意重新君子堂，那咱们就好好的教。 天下变成什么样，中国人都是要读书的。如果日本人要是打其他的算盘，反正教书的人是我们，最后都得我们自愿才行。就怕到时候您想自愿，他由不得您。那他还能杀了我不行？徐家现在就剩下三个人。 你我还有他，君子头可断，血可流。别说这些，明天还不知道什么样子呢。书成。 特意过来跟你们打声招呼，你们多保重吧。跟方爷说，你们也要保重啊。哎，我走了。还好那天我没有走，否则我吓死了，我也吓死了呀，吓死我了。叔，怎么说？昨天晚上长青他们被堵了，死了七个。 就全都完了，他们真杀人了。老板娘，哟，你怎么来了？丁老板让我来结账，说是不能欠钱。他人好吗？老板好不好我不知道，我进来倒是出不去了。先在这儿住着，贞子不会总是封着的。行，谢谢。实在不行。 咱们就答应他们开自治学堂，这样就不会封着了。
我得回家！我得回家！回什么家呀？你回！你就知道顾你们家上海都沦陷了，南京也快了。被告徐念波啊。 昭和17年9月16日，午前9時，大日本帝国北平富士銀行にて強盗の罪を犯し、被告はこの罪を供述にて認める。犯罪人徐念博，于昭和17年9月16日上午9時许，对大日本帝国。 北平富士银行实施抢劫，犯罪人对本次罪行供认不讳。ただいまより判決を言い渡す。被告人の犯した罪は大変重く、情状酌量の余地なし。よって大日本帝国の刑法に基づき。 被告人に死刑を宣告する。死刑執行は5日後と定める。现在宣布判决，犯罪人所实施罪行后果严重，罪无可赦。法庭决定对犯罪人处以死刑，5日后执行。被告人の身柄は米兵憲兵本部の刑務所へ送検し、死刑執行は。 昭和17年9月21日と定める。执行日期为昭和17年9月21日，现将罪犯送往北平宪兵本部监狱关押，5天后执行死刑。 舒白再次锒铛入狱，这次是一次有目的的进入。只有进入这里，才能见到他必须见到的人，知道他必须知道的事情，从而完成他必须完成的任务。尽管方式很残酷，但他必须这样做。走进这座炼狱。 舒白死于非扬。上次身陷囹圄，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。那时的他，血气方刚，凭着义勇之气挺身而出，用几乎为了牺牲而牺牲的方式来证明文人血性和国士风骨，为的是实现一介书生的名节。 而今天的他，已经多了成熟，多了老练，多了智慧，多了坚定，更多了信仰。小子，这是老子的地方，走开！我让你走开！我让你，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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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我们俩是一所的教会医院，你的要求我们没办法满足你，毕竟是一条生命啊。你丈夫知道你打胎吗？他不喜欢孩子？哦，没有，他挺喜欢孩子。就是嘛，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就是一个新的希望啊，没有孩子怎么会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呢？还有一个情况我要跟你说清楚，
根据你的身体状况，如果你这次再抓不住机会的话，以后恐怕你就怀不上孩子了。执行死刑了，这算什么任务啊？不行，我们应该想个办法呀。哥，怎么了？才一天就不相信组织了？我们要坚定地相信组织，这一定是组织上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。我不是不相信组织，在我们加入组织那天起就已经宣过誓，为了我们的事业，随时可以付出我们的生命。可是舒白自始至终也没有告诉过我这次行动的目的，连你也不知道这次行动的方向。我担心这根本就是舒白自己要求的行动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他很可能行动一开始就已经白白的牺牲了。不甘心只是这么白白的等，我更害怕法庭上就是我们最后一面。刚才联络人和我说后天和咱们见面，再坚持一下，熬过这48小时。三只狗公的虽然凶，但是如果有一只狗死了，剩下两只狗是完不成任务的。你骑力不行啊，哎，你让开，我跟他下去吧。滚！我们不跟陌生人下棋。我是一个会跟狗说话的人，我能帮你把老虎赶到深山里去。上了册子的人，今后就是香木自治镇的镇民了，都归我和我爹管。以后发现少了一户，连坐十户；少了一人，连坐一人。这不是我说的，是皇军说的。再说一句，日本狗。再说一句，我砍你！敢！我你干什么？哪里有事？别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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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心里在那个。这日本人给咱这么多枪是啥意思？让咱们成立自治队，帮他们看管香木镇。管他祖宗！我的两个弟弟都被日本人给打死了。瞎嚷嚷什么？你当我愿意呢？我进办公院去。搬。你说咱儿子这么跟全镇人喊，好不好？难道让我去啊？我喊不出口。那他去就算是咱家人去了。我只是觉得他好像还挺有意识的。这个小王八蛋！谁小王八蛋？你老王八蛋！妈的，憋死我了！新的行动计划呀，组织上让我们定好从明天下午1点到后天下午5点所有去青岛的火车票，然后在火车站等候命令。去火车站干什么呀？马上就要执行死刑了。这是组织上的安排，我们执行命令。小组日夜等候接应，这样太危险，我们没法接受。不可以吗？绝不可以。会牺牲？要奋斗就会有牺牲。不能因为营救我们，使组织陷入困境。18岁的男女必须上册，3日后5时，全镇自治大会，各家点名都要来的。这些字是谁写的？哦，徐门徐书成先生。十分秀丽好看。是是是，那是徐先生，大学问。是徐门的第4代长子，留过洋，当过燕大的教授，还做过教育部的长官，还是国会议员，为皇上挨过枪子儿，凡是跟学问有关的他都赶上了。这字儿挂在我的墙上，我看着真舒服。为什么全是菜名？嗨，别的他也不写，他想吃什么我就让他写什么，我满天下给他淘换去，就留了这一墙字儿。你会做生意？哟，皇军过奖了。徐先生好喝酒，我就占了他这便宜了。徐书成が来ました。ここまでお連れしろ。はい。上去。
管好你自己，日本人现在有求于许满，料想他们也做不出什么过分的事来。哎，都要走。 请我来什么事儿？啊，是君子谈的事情，要和先生商量。上门怕惊扰了家眷，所以就请先生来这里了。你们最好还是别上门。先生，这日语一定很流利吧？还可以。那不如我们说日本话，这样。 交流起来还是方便。这是中国，我讲中国话会比较自然。好，那就讲中国话。听说先生好酒，是。那不如我们一边小酌，一边商量学堂的事情，这样也算风雅。 您的中文讲得也很好。啊，先生在早稻田的时候，我在北京的洋务学堂。既然咱们是要谈正经事，酒就免了吧。啊，那就是，菜名也不写了，很可惜，这里的老板又少得了一副先生的字。 家里人呢？我爹和我妹都死了。啥时候？日本人来的头天晚上。旭天，敢不敢跟我一起报仇啊？现在？不行。从前你最狠，现在怎么怕了？ 我不是怕，怕我妈。反正我现在就一个人，你看着办吧。二哥，先生，有没有觉得乡木镇的治安已经井然有序了？不如说人心惶惶。为什么？武力可以压制人的行为。 但是控制不了人的内心。你说的没错，所以这就是第一步。我的终极目的是君子堂。你们为什么要兴学？是日本国强盛的，是教育。教育可以渗透人心，可以提高国民的素质。武力
只会暂时的获得疆土，但是疆土的长治久安，还是需要无数个君子党。先生是有大学问的人，自然会明白这个道理。但是我惊讶的是，你也明白这个道理。先生认为我只是一介武夫，不是吗？ 我明白你的敌意，毕竟两国交锋，立场各异。我就是一个教书的。这样很好，你可以不考虑其他的因素，只做传道授业的先生。之前我在大学里当老师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我刚才说了。 前几天你送我家里走的时候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但是这几天，我突然不这么想了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你的原因，当然也是。你们杀了不少人，在东北、江南。 中原，远的不说，你们在香木镇也杀人了，对吗？他们都是我的同胞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看着同胞在水深火热里不管，反而埋头去传道授业，我觉得不妥。 您先别生气，请听我把话说完。这里边也有我个人的原因。我之前在京城的时候，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。那时候每天风云变幻，城头的大王旗天天变，月月变。我那个时候只是主张学生埋头读书。 教士专心守学，结果大浪淘沙，众人皆是大浪，唯我是一粒弃沙。徐先生，我对你的从前不感兴趣，我只要你今后听皇军的。你相信因果报应吗？ 现在的感觉，仿佛又回到了十几年前。你说的话听上去似乎都是对的，但是我怕我做错了选择，我怕我要后悔一辈子。许先生，你怕死吗？ 尚且投生，红尘还有眷恋。看来，这个茶没有白喝。我没喝。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就是对你这样的人，不需要讲道理，因为先生的道理总是比旁人的多。 我只问你，君子堂是开还是不开？开什么样的君子堂？大东亚共荣的大君子堂。开如何，不开又如何？开，你就做你的先生；不开，留着你还有什么用？很简单，这。 就是我的道理，我需要考虑一下，认真的考虑。考虑的时间。
最好不要太长。徐家现在的宅子是方家的，而且私塾早就已经入不敷出了。徐处长，如果你不是徐家的长子，一水君子堂的第四代掌门，我想我现在就会把你杀掉。 我与你何异？刘敏，对我有意。老板，天儿呢？哟，天儿刚还在这儿呢，我看他往那边去了。 找到了他要找的人。当他把党组织安排好的营救计划转达给这些受尽苦难的勇士之后，他们回答舒白的竟然是拒绝。在获得自由与牺牲自己而使组织避免牺牲之间，他们选择了牺牲自己。我一共买了14张车票，一共7班。 明天下午2班，后天上午2班，下午3班，最晚的一班后天下午5点钟。会不会舒白他们转运啊？日本人没有转运的计划，要不然火车票也不会这么好买。哎，你来，你怎么了？ 没事，我只是有点头晕。你到底怎么了？这是，哥，啊，我怀孕了。舒白知道吗？ 你先回去吧，我想出去走走。我陪你一起走走吧。我就是想独自待一会儿。好，那你注意安全，早点回来。放心吧。 分担了3个月的成果呀！多啊！牛兰在街上踽踽独行，这是他非常熟悉的街道。他与舒白从相识到相知，从相知到相爱的往事，一幕幕掠过脑际。 纽兰完全见证了舒白从一介率性而为的书生，成长为一名英勇无畏的战士的全过程。他们俩的感情，也由一见钟情导致的刀合。
这份感情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，弥足珍贵。可现在舒白只身闯进险象丛生的环境中，孤身作战，并且孤立无援，这不能不让纽兰忧心如焚。天皇陛下のお務めご苦労。はい。战友们花了三个月时间挖掘的秘密地道暴露了，而宇宙却没有立即掀起轩然大波。这种反常让舒白不得不急剧思考，摆在这些不屈战士们面前的，有可能是敌人更加阴险的阴谋。很显然，敌人并非视而不见，而是在放长线钓大鱼，而数百的几位战友却在不可避免的牺牲面前，选择了用他们自己的生命换取舒白能够存活下去、继续战斗的机会。重要な報告があります。喂，なんだ。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なら言ってみろ。誰が脱獄を？二人で話したい。いいだろう。こいつを部屋に連れてこい。はい。水
看尽烟花。